千尘，看破了天机，却没看透人心。违反秦家家规，该当何罪啊？此次学院大考，他必然通不过考核，到时我作为家主，即可将他赶出秦家。我要的就是秦月石母子这辈子都回不了秦家。为了娘亲，必须尽快变得强大起来。第一步，觉醒血脉。公子绝非秦凤口中的无能之辈，十八九岁的少年，这倒是挺稀奇的。君臣，你就不怕本王杀了你？我是谁，都别想夺走属于我的荣誉。君臣，这妖族山脉也是一个早生之地，看看这兄弟俩到底谁更既胜一筹。君臣是我兄弟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引不走，我如此能渗透。事已至此，已经没有了回头的机会。秦尘，八位强者，心惊气逆，引爆天雷的。这般天地异象，百年罕有。见你实力太强，今日也必死无疑。本宫定会将他碎尸万段。其实千难万险，我写下。天该灭。